老公，你谁是慢你点，老公等等啊？姑娘，我。我们根本就不认识。雨荨，亲爱的，你来了。让开！我真的受够你这个老年痴呆了，记错东西就算了，连我你也经常认错。我们分手吧。他到底在哪来着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在哪来着？跟我走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？谢谢你啊，送我回家。哎，等一下。你真的要跟那个女的在一起啊？那种病我听说只会越来越严重的。回来啦，给你热了饭和菜。好。怎么样，今天的菜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天明，你怎么在我家啊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，听见没有？不然我报警了。好好，你别生气，我马上就出去。花了好大力气给你搞到的药，听说治你女朋友的病效果很好。谢了啊，于涵，你回来了，快进来。你谁啊你？我不许你伤害于涵。那个女人她会害死你的，你要是今天出去找她，以后就别进这个家门。上次落下送给你的花，哥，嫂子丢了。哎，雨荨，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。哎，雨荨，雨荨。我儿子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你。你可不用说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雨荨，雨荨，雨荨，雨荨。对不起。出人命了。我给这小伙子追车疯了吗？雨涵，雨涵，雨涵，你没事吧？雨涵，你别吓我！雨涵，你快醒醒啊！雨涵，雨涵，你没事吧？快点醒醒！雨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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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雨涵，雨涵，你醒醒！